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，月儿在那眼前睡得早，追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地他花店里蹦蹦跳跳。如何让老婆做自己想吃的菜？阿姨，这黄瓜真新鲜，这剩下多少钱？6.5块，给钱吧。我给钱呐？你确定？确定啊。来，阿姨刷卡。有毛病啊。老婆，我想吃那个西红柿炖牛肉。我不会做呀。不是你不会做，你咋这么有理呢？那你会做你做呗。我也不会呀。那咱走吧。我等会儿。你有毛病，你吃它干啥呀？会不会？我不会。会。哎，老婆。我觉得这个红烧鲤鱼好像挺好吃。我不会做，我这真不会做。你确定你不会啊？我确定，我会。会。让米迪向妈妈道歉。跟妈说你错了。你错了。不是啊，你说你我错了。爸爸说他错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对不起，老婆，我错了。是吧？他错了。我天哪！他爸爸啥也都不是。哎呦我的妈！泡妞最主要靠两个字：耍酷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海松，今晚的饭菜啊！海松，那你是那熊谁呀？那个表情好无奈，我的天爷！哎呦我的妈！拍个这个，拍个这个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能起来点不？你都入镜了。你倒是爆、啊！你倒是掉啊！不拍了。哎呀妈呀！大事以后，你说找对象谁敢要啊？妈，一点淑女都没有。追我的人从这里来到那里。对你老说的呀，从这里排到那里。我发现老姑娘就两样行，吃就行，睡就行，玩就行。两样，这行那行，两样不行，这不行那不行。大小姐，大小姐回去吧，不要再体验这种平民的生活了。老爷叫你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。走吧，你跟普通人是有代沟的。现在，去回去继承亿万家产，我的车已经帮你备好了。来，给他上皇冠。你不要再体验这种普通人的生活了，少爷。老爷找你。什么？董事长找你回去继承亿万家产了。走啊，走啊，我也想继承。走吧，车已经备好了。你那么有钱，不羡慕我？很穷的。少爷，你不能再跟这些平民待在一起了，给少爷戴上皇冠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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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
刚刚的视频能不能传上抖音？啊，还不知道，还拍了呢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啊，你就把我美化一点。哎，没问题，本来就很美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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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你以为这水结了冰，实际上这就是水，而且还是流动的水。什么？你不信？那我拿手碰给你看。2018年12月，一个意大利摄影师 Brescher 在阿尔卑斯山旅游时，发现水龙头流出的水瞬间静止。当时他以为水流出后瞬间结冰了，没想到他一触碰，发现水还在流动。Brescher 当场懵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当他把视频发到网上时候，短短几天时间，点击量就破百万。无独有偶，在美国底特律机场有一处人工制造的喷泉，它又被称为跳跃喷泉。每当喷泉喷出水之后，这些水柱犹如调皮的精灵一般来回穿梭，引得周围游客驻足围观。大家仔细观察水柱会发现，平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喷泉喷出来的水的形状都是散开的，而这个跳跃喷泉喷出的水却是集中的。而且这个水柱和阿尔卑斯山的水龙头一样，仿佛也如同静止一般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所有都被一笔带过，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前男友站在谁的对面？生气了，你去他碗里吃，你就看看你那碗，还真是。妈，咋？你见过王八摇头没？你要摇头啊？我没见过。我没见过。我见过，你再给我摇一个。我他妈还咋摇头了？你摇头了刚才？没他妈摇。你摇了。我没摇。你摇头了。小来，滚犊子！我看着星星在天上闪烁着点点微光，它会带着我的心愿陪我进入梦乡。谢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，感谢你为我付。想不想？不想。想不想？不想。想不想？不想。想不想？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曾还要站在谁的对面？是谁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？你该哽咽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你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，真的真的。我做不做到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，孩子收养的，爹妈都是我照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愿意待待，你不愿意待你给我滚。呀，我以前就这么说的。嗯。那我以后我改。行不？嗯。那我上楼休息一会儿，你把碗刷了。嗯，行，那你记得改哦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下课铃声又响起，啥狗？你看，你猜我今天给你带的是什么丸子？当当当当，叮！来来来，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当，哎，当当当当，来，拿一个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吃。
你吃你吃太明显突然发觉偏偏乖乖来给吃一口好吃吗？